巴黎上诉法院日前就越裔法国公民陈素娥起诉在越南战争期间向美军销售成绩的14家跨国化学公司。经过双方律师3个小时的辩论，巴黎上诉法院法官宣布将于8月22号就此案作出判决。陈素娥女士支持者当天一大早就在巴黎法院前等候，他们前来旁听这位身材矮小但十年来坚持敢于独自一人对抗美国化工巨头的82岁的越裔法国人的庭审。为美军提供在越南战场使用的除草剂的化学公司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不应该因为为美国服务而获得豁免权。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企业自愿参与竞标，并有生产决定权和向美军提供除草剂中的2恶英含量的决定权。这些行为给越南人民和环境造成了惨重后果。我本人是这种毒物质的受害者，遭受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已失去了第一个孩子，其他孩子的健康受到影响。我患有癌症，虽然身体虚弱，但我将继续坚持不懈，为成绩受害者讨回公道。14家化工企业的辩护律师认为，其雇主不需要承担责任，声称这些企业是因美国军方的要求行动，因此他们援引国家豁免权来逃退企业产品对在越南战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经过双方律师3个小时的辩论，巴黎上诉法院法官宣布将于8月22号就此案作出判决。参加庭审旁听的海外越南人、法国友人和成绩受害者协会代表也表达了对陈素娥女士的支持，因为这是一场象征性战争，不仅仅为陈素娥女士个人，更是为了越南和世界各地数百万成绩受害者的利益。